快走走，不得了，不得啊，有一个什么车走安静的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医生当时在听诊没有听太清楚，等他听诊完了之后就把那个听诊器拿掉，就问了，就是说家属您是说的什么，然后家属就情绪有点激动，快走走，不得了，不得啊，有一个什么车走，快走，快走，